那我就如你们的意，直接给我99碗酒，九条，90碗酒，十条，十全十美。哇！给你不给你？给你了。然后我再，姐姐，我不管那么多了啊，您。哎呦，我没有反应过来，没考虑人家的感受，真的是离在那儿别的，我跟你说，差的太离谱了。我也姑，今天叶总生日。我生日，我真的姐姐哈，今天招待不周，我也照顾不了您的感受了。你要想一想，你一辈子的内裤都是千娜美蕾。因为我必须要照顾咱们直播间家人们的感受，来，你们开心的就好，对不对？家人们，没抢到的打个没抢到，太多人没抢到，对不对？咱们直接再加500条，好不好？但是这500条，我先告诉家人们，再上了过后，你再抢不到，真的就没了，不可能再有了，因为今天是我生日，数量有限，仅限于还有500个幸运观众，因为咱们直播间现在12万人，做好你们的手速，每个人公平公正。我上链接可能10秒钟就抢光了，500条，家人们啊，准备好直接给我上链接，3、3、2、1，链接已上，刷新全。我现在有点后悔之前做了那么多的实验，让姐妹们看到了这么高的品质，现在呢这么低的一个价格，姐妹们你们想一下，9块多钱一条莫代尔的内裤，去哪里买啊？教一下怎么下单。没有，大家们不知道怎么下单的，点击五百单秒完了，在上方填写好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提交订单就可以了。哇，真的是不可能！姐们想想的，9块多钱一条60支纱定做的莫代尔，它直接可以接触婴儿的皮肤，裆部给姐们做的聚乳酸，而且是宽底裆，镜头前200斤的小哥哥给大家做的时候都不会卡屁股，不会卡裆。对，别人卖这种小蕾蕾都是找的女模特，她真的很自信，她找了一个150斤的，然后叶总不满意，找了个200斤。再看一下，来150斤的给我穿上来。给家人们展示一下，真的是不卡的，不卡那个。我建议，又没了，家人们，我建议啊，你们能够多抢两单，多抢两单，因为今天这个机会只有咱们直播间才会有，其他任何人直播间都不会有，因为今天差别太大了。对，今天这次机会，下次不知道多久才能请来了，因为他们一般都不喜欢来咱们直播间，来咱们直播间会被我们真的砍得来亏本回去。下次的时候，我肯定不会给大家做什么这么高品质的莫代尔的，开心开心，大家都说开心，大家都开心啊！姐妹们，莫代尔是做贴身内衣物的，因为它的特点是吸湿排汗加透气，24个小时贴身要穿的。如果它不透气，你穿上是不是不舒服？都开心，别生气了。他们家的正品确实是非常的好，对，莫代尔的它非常的舒服。然后的话，而且你看它不，我们实验店99一条，你就99居然10条，我怎么回去？我跟你说。以后他们穿蕾蕾都会找你们家，知道吗？你看200斤的穿上都不卡的，200斤，对，他姐姐们这个哥哥200斤啊，全都说没抢到。这样姐姐，我不管了，你再给我上一点，还有没有库存？是不是没了？单已经是把我店铺的都要弄了。是不是没了，家人们？这样，我们今天我啥也不管了，大家开心的就好。现在咱们直播间10几万人，你们开心的就好，对不对？姐姐就委屈你一下哈，你回去慢慢给我想办法。全都没抢到，对不对？很多来，我建议�ha，没抢到直接给我抢3单5单，我最后再上一次，我只能再上一次了，我多的一次也上不了了，家人们哈，直接再给我试验一下，姐姐哈，不要生气，心平气和，家人们。来，准备好，开心的去抢，上链接，3、3、2、1，刷新全美！哇，赶紧去抢个3单5单，以后没机会了。99块9，10单，10个呀，10只内裤，10条，平均1条个位数。姐妹们，这个内裤的时候，你们放心大胆啊，我们哪怕贴身穿的短裤都给大家7天无理由，在镜头前展示的是面料，展示的是我们裆部的实验成分和普通的棉质棉。姐妹们，我们还要展示什么？刚刚给大家在镜头前展示它的弹力，弹力对于女性来说特别重要，因为很多的女性臀部比较的大。什么？你刚刚不是说1000多单，怎么6000单没有了？我也管不了那么多。我跟你说，我还能回去吗？叶总，我都要哭了，真的。全都给我去抢，家人们，机会难得哈，机会。2500单没有了。不可能吧？怎么6500单？不要爆了！我的天哪，叶总，你我本来准备4条的，现在变
是来家都不知道小累累他们看了以后都会在你们家买，在上方写小姓名知道吧，你要给我贵一点，我跟你说，或者只有五条六条，我下一次只有六条，真的，你需要十条，个位数以下的内裤。因为今天是生日，所以就十群。今天是我生日啊！姐姐们用脚趾头去想一下，都不可能这样，内裤只有个位数。喂，相当于现在就是九块九一条嘛？九块九有吗？我还要邮费，要不要？3200块钱。姐们，我跟大家讲啊，这个是什么？是黑色的小军军，对不对？然后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餐巾纸之前没有来啊，就是前面没有来直播间的，现在来的姐妹们可以看一下，餐巾纸是白色的，我把我们这个眼睛看不见的小军军倒在这上面，看到没有？看到了。这个是有黑色的，而我们的面料裆部是什么？是本白的，对不对？3500单没有啊！来，姐妹们看一下，倒上去了以后，识别。来，姐妹们看一下，真的没有了。我的天哪，下不行，你直接叫他们下了，我们马上过了，太不是，是真的没有了，就是可不可以想一下办法？我想不了了，这本来的时候准备只有四条的，现在都变成十条了，我要把线下所有的东西全部都，而且我跟你说缝纫机都要踩冒烟了，你们老板给我打电话让我们赶紧把链接下了。对呀，家人们不要下好不好，赶紧抢，不下哦、真的要下了，叶总，完了，下了吗？这下次的时候我没法整了。3500都没了。来，这样你先把试验做完，试验做完。来，姐妹们看一下这个也对比的时候明不明显？啊，这个就是什么呢？这个就是跟普通内裤是棉的，而我们这个是什么？是聚乳酸纤维加在里面，和那个不一样，好不好？然后整个小姐姐帮我去倒一点水过来，我给姐妹们来做一个另外的实验，好不好？因为这个实验的时候呢，代表着什么 K 什么满满的效果，还有什么 K 均均的效果，七个 A。日常的时候，姐妹们不知道自己的内裤是几个 A 的，我们这个是有检测报告的。你们平常的时候是三个 A， 对不对？我们今天给大家做的是七个 A。目前在内裤里面已经是这个级别了啊，贴身衣物，千纳美专业做17年啊。然后我们现在直接下就好了，我们给下一个品吧，好不好？哎、真的是，对不起，来，家人们，没想到多不多？来，啥也不管了，全都没想到。我今天我生日，我必须满足所有人，因为我今天许了个愿望，叫做希望你们万事如意。今天这件事是不是如果没抢到，就不如家人们的意？必须给我再上一波，再上链接五。4321，链接以上刷新之门，赶紧去抢。但我不存在，因为直播间就在上一次了。但我不存在的，没事，来教一下怎么下单。来，姐妹们看一下，我在镜头前倒。下单的点击右下角的购买链接，在上方填写好姓名、地址、电话，提交订单就可以了。哇！来，姐妹们啊，去抢！黄黄的，是不是？前面的时候用洗脸的棉的洗脸巾给姐妹们做过了实验，棉的洗脸巾它是不会淡化的，而我们这个聚乳酸纤维，你看我这个内裤都是做了很多次的，然后放进去了以后给姐妹们看一下它的区别啊，来3 2 1，来看一下和普通的内裤，我们这个黄色，姐妹们，黄色的这个物质和这个已经直接 KO 掉了，所以这条内裤还是原来的本白色，对不对？嗯。我告诉大家，贴身的衣物一定要穿的特别特别材质高一点，比外面的衣服更要高，尤其是女孩子。对，说太对了，女孩子每个月就是有那么就是几天，其实不是每个月，每天都有一些特殊，而且每对对对，所以的话就是姐姐和阿姨们这一次可以感受一下他们家的这个小蕾蕾，相信大家穿了以后都会选择他们家的，非常的舒服，对，弹力特别大，因为我就是跟姐妹们的年龄差不多，什么时候发货和啊，姐妹们，可能今天早上在拍的时候，下午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发货了，很高效，下午的时候，因为为什么呢？高效，对。我们基本上都是线的啊，所以放心大胆的。有最后100张捡漏了。在家人们，你前边抢到的也是发10条。对，前面第一波抢到的姐姐和阿姨，本来她是只有4条的，今天在直播间拍了他们家小蕾蕾的，全部都发10条。相当于家人们，你拍一单，抢到一份发10条，抢两份发20条，抢10份发100条，就是这么给力。给力。
我告诉大家啊，就这一次机会啊，说实话，叶总一年也就生日一次，你说对不对？大家开心，今天就图了让他开心，然后姐妹们就沾沾这个喜气的光。下次的时候，叶总放过我好了，好吧？好，我想照片中的那个。今天你让直播间姐姐和阿姨们开心了，待会儿我家乡的土鸡，我可以让。让我带个回去，可以的，可以的，没问题。让我带个回去，来吧。我们现在还有吗？没有了的话，我们就清理一次库存。行不行？来，直接给我清理一波库存，上链接五。3、2、1，链接以上刷新举牌。我跟姐们讲，你薅到天籁没？卡码拍大拍小。我外婆92岁都可以穿。啊，卡码的时候，如果你自己的臀部比较的大，卡码拍大；如果你身材很匀称的，卡码拍小。年龄大的建议大家拍小，为什么呢？就是整个的不用担心它勒，因为是莫代尔，它的受力是非常均匀的，不是那种紧的勒的。包括我们的裆部，给大家看一下，它的弹力都这样子，拉出来有一个男人的腰那么大，好不好？哇。我最后再说一句，我跟你说，仅此今天一个机会啊，然后呢拍回去的时候送给自己的妈妈姐妹长辈自己的女儿都可以穿，不挑年龄，好不好？ 来还想要他们家的内衣啊。哦，可以的，他们家的内衣真的是非常的优秀的，把你们家的内衣可以拿来展示一下吗？姐妹们啊，镜头前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姐妹们啊，在我们吉联的这个团队里面，所有的女人穿的都是千奈美。我告诉大家，我们在制品的时候啊，全部都是要给他们先试穿的。每个人觉得合适了，他才给上。我们千奈美主做的是全罩杯，意思是什么？镜头前看见这个，它和你家里的内衣长得是不是不一样？因为我们的罩杯更大。它是能把你胸前的这个肉啊，不管你胸部是 B 罩杯的、 C 罩杯的，包括你 D 罩杯的，都能包在这个里面。很多的女人穿内衣的时候都有一个啊非常非常不好的这个地方会挤出来一坨肉，就是穿一些1/4、3杯的时候，这挤到本来正常大部分的女人啊，所有的女人都是两个胸的，穿不正确的内衣，这里有一个两坨肉挤出来，变成4个胸了，对不对？是的，姐妹们穿这个就可以了。我们刚刚新上市的叫负离子的乳胶，因为现在40度高温，对不对？我们很多的女人想不穿内衣，但是你可不可以不穿？不可以。但是我们可以选择品质更高的，我们不要穿那种实心的海绵杯，要穿什么高品质的负离子乳胶，厚度只有0.5，非常的薄，但是它体型穿起来特别漂亮，好不好？姐们，这个的价格是比较贵的，我们门店的时候399块钱只能够是一个，今天直播间的时候我们直接给你299块，因为这个是我跟你说，这个实验你都没有看见过，包括你日常的时候啊，在别的高品质的地方它都不会做这种负离子乳胶的。哦，有几个颜色？你这个内话内衣？有3个颜色。三个颜色啊？对，有黑色，还有我们的卡其，还有我们的香槟色啊，香槟色。来，姐妹们，你们喜欢任何一个颜色，直接都可以啊，直接都可以去试穿一下。我问一下啊，我问一下现场的男同志，叶总啊，叶总，你喜欢啥颜色？我呀，我喜欢黑色。黑色，知道为什么喜欢黑色吗？性感。不是，男人至死是少年，他们就喜欢黑色的，有视觉冲击的。同样的一个胸，穿不同的颜色，他们喜欢就是黑色。姐妹们按自己的需求去拍就可以了。我们今天直接给大家299.9块9，我等会给你做实验。它这个不是普通的海绵。负离子乳胶，这样你在市场上这一件399，今天直播间299，对，这个品质不一样啊，这不是海绵，它叫负离子乳胶。这样吧，因为今天是叶总的生日嘛，我觉得你这个内衣确实是很好，我也不好砍价。这样子，行不行？就是我就不砍价了，然后可不可以让他们就是在。送一点什么东西？我送了。送一点什么东西啊？内裤。这个内裤刚刚他们都已经买了。这个不一样的品质，这个也是高腰的。这样，家人们，你们想要内裤还是内衣呢？因为我觉得什么叫内衣？不是，是这样的，因为内裤你刚刚已经分享过了，他们很多人都买了。我
觉得因为天气越来越热了，要不这个样子，你可不可以再送一件让他们换洗着穿？因为你这个确实很舒服，它里面没有那种很鸡的什么钢圈呀、啊，没有，对，没有钢圈的，没有这些东西，全是薄空调。我问一下啊，姐姐，你这个你刚刚说什么价？299其实还挺有诚意的，你降了100块钱、嗯、便宜了100。家人们哈，人家原价是399的哈，是的，他已经降了100块钱了哈，价格也还好，也你这个，但是你这个再来点诚意，高品质的，对，高品质再来点诚意行不行？他说他送这个，多给一条内裤。我想一下哈，送内裤，家人们，你们要内衣还是内裤？内衣吧，我要内衣。内衣啊，还是内裤？买衣送衣啊，买内衣给内裤。不行不行不行，内裤他们刚刚都买了。家人们，他的内衣的话，这个成本会高很多。来，这个样子啊，啥也不管了，我也不管了哈。你刚刚说299的价格对不对？290价格，家人们，我刚刚都说了，这个黑色还可以啊。嗯、来。你无论拍什么颜色，给我送一条黑色。那怎么可能的？我跟你说，不要内裤了。按照你这个价格，你要知道，叶总，你听我讲。不。首先一点，千纳美旗舰店里面任何一个你可以去看啊，我们任何一款内衣都不可能少于159块的，任何一个款。任何。现在你这个价格都已经少于，我跟你说，我们是大品牌，不可以乱价格的。所有的姐妹们都知道，我们是专业做内衣的。我不管你在其他地方是怎么样的。黑色好看，今天在直播间不管拍了什么颜色，都送这个黑色。来，你刚刚说什么价格？299，对不对？其他颜色也送黑色。我不可能少于159一个。我知道，你刚刚159一个。对。你刚刚是不是说299的价格？299，对啊。来，今天你砍一刀。其实你别打，你别怕，你直接砍。哎呀，你不要有心理压力。你不能够在闭着眼睛砍。这样子吗？就是199。合适，真的。我刚刚跟你说了都白说了，我都说了，千纳美旗舰店里159一个。来，听我的，啥也不说了，今天我的生日啊。199两条，买一送一。那个都只有两位数的，我怎么买？我跟你说，我159一个，差不多。家人们，想不想要？想要，我打个想要。想要。啊。我说买一送一。我想一下这个样子。那这个样子，姐姐，我问你个问题啊，今天是我生日，我说的算不算？我问一下。我说的话算不算数，家人们，我说的话算不算数？算。OK， 那就听我的，我也不管他是不是这么好的品质了。家人们，砍价这一块我必须得狠，因为我砍得越狠，你们越开心，对不对？对。这么多人想要，那我就不管了。今天你说199，对不对？对。来，家人们，买一送一啊！买一送一，199，这么高品质的内衣啊！买一送一，来这个样子。买一送一啊！我待会儿还可以给家人们做实验，这个东西真的太好了，能抢到的早一点先抢，我怕你们现在抢不到，待会儿更抢不到。里面啊，直播间姐姐全是乳胶的，全是乳胶，没有任何的什么钢圈之类的。有多少份库存？就100单，不行，500单。来，所有家人们准备好你们的手速啊！现在咱们直播间10几万人，14万人，直接给我199，不要。你刚刚说不会低，怎么199都不要？听我说，你刚刚说不会低于159一条，对不对？对呀、啊。来，家人们直接给我159块9，拍一送一，哇！买一送一，直接给我500份，上链接五。3、2、1，你给我上一下。这样，你不要生气，今天就是可。他们都说你有点情绪，这样你先介绍一下你们家和普通的有什么区别，行不行？我告诉大家啊，首先一点非常显而易见的一点是什么？我把罩杯拿出来给姐妹们看啊，你看啊，我们这个做的是4排扣，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只做了2排扣。第二个，我们罩杯打开了以后，姐妹们看一下后面的洗水麦的成分。每个女人收到货了以后，你都要去看这个里面的成分。嗯，我们的氨纶含量46%，我们的里面的罩杯含量93%的乳胶。如果你们平常的时候经常说听到别人说乳胶，但是他敢不敢写在这个上面？不敢。我们但凡0.14都不可以瞎写的，写在上面一定有的。我现在给大家来测量一下，好不好？在镜头前。因为我的嘴巴，你们可能会说这个人肯定说自己的产品是好的，看一下你肯定自吹自擂，对不对？我现在给姐妹们来模特儿给我，哎，姐妹们看一下背面是什么样，背面是给大家做的排扣 U 型的一个背。如果姐妹们肉比较多的姐妹们，大家都知道啊，
看一下，我给大家做了一个卡片，你们可以去看一下自己胸部的六种问题啊。你看我们下面的时候，有一些人穿起来下面的时候会什么红印勒得你特别的难受，或者这个后背它是一字形的，一字形的以后它会导致所有的肉整个堆积的特别的丑，而我们是什么，是 U 型的背，对不对？然后后面还有我们整个穿起来了以后肩膀上有勒痕的，还有我们的侧面，我刚刚给姐们讲的副乳是不是有假的副乳，有真的副乳，那个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因为你们穿的四分之三杯，而我们今天给大家做的是吧全罩杯。我有一个不成文的一个要求，家人们，我有一个小要求，这个东西我能不能让我150斤的胖子兄弟男的来试一下啊？那叫150斤啊，就是比如说因为你是全罩杯的嘛，你不是说你东西好，家人们，很大，46的安罗弹性这么好，我直接让200斤的人来穿上啊。200斤能不能穿？来姐妹们，我来试一下，我没有叫200斤的人试过，因为我们里面的推荐只是到175斤，来个150、150、150、160的，来先试。颜色你可以穿，因为他穿白色穿上那个，然后这个你可以穿，你穿最小码的吧，直接让男人来试一下。来姐妹们，在他们试内衣的时候，我给大家来测量一下负离子的含量好不好，这个是一个负离子的检测仪，姐妹们，我还没有打开开启，对不对？然后我先测一下我们直连身上这件衣服的负离子的含量是多少，好不好？然后我点开始，姐妹们能不能看见这个公屏上这个东西是在滚动的？这个滚动就代表这个仪器。